第三十四章龙血奇效。提着密码箱，罗峰迅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——江南阁地下密室中。咔咔，罗峰扭转地下密室合金门的大锁，自己得到了龙血，当然是第一时间就用掉。如果自己没使用，而被某个学员得知自己有龙血，说不定就有人偷掉，到时候自己哭都没地方哭去。使用龙血也是一件很重要事情。 为了防止别人打扰，还是在地下密室内搞定。灯光照耀整个密室，罗峰将密码箱放在角落，这是指纹密码箱。罗峰的手指划过，咔的一声，密码箱就打开了。密码箱很大，分成了上下两层，上层就是叠放整齐的作战服、血影战刀、盾牌、飞刀等等一些猎物品。罗峰将这些都拿出来。 放在一边，再看下层。下层只是放着两个木盒，这两个木盒，一个是九重雷刀秘籍，另一个是龙血才对。罗峰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一个木盒，木盒中叠放着厚厚一本秘籍，以及足足一叠光碟。秘籍的封面上四个大字正是“九重雷刀”。秘籍到手，以后不需要再为这秘籍花心思、花钱了。 罗峰又再度合上，打开另外一个木盒，咔，木盒掀开，里面是泡沫固定的一根试管，试管用塞子塞住，这试管内正有着金色的血液，大概占据试管容积的三分之一多。这就是龙血，价值八百亿的龙血。罗峰小心翼翼地取出泡沫，而后小心拿起试管，唯恐摔碎了。不过按理说装龙血的试管。 应该很结实才对，不过罗峰可不敢乱实验。高高举起试管，对准日光灯，灯光照耀下，金色血液让人心颤。如果不知道它的价值，根本没法让人相信这玩意价值八百亿。跟、嗯。罗峰低头一看，原本存放龙血的木盒下方还有着一份说明书。罗峰拿起后仔细一看，不由露出笑容。 原来这龙血使用起来这么简单，按照说明说的，只要将龙血涂在身上即可，而且没必要涂满全身，只需要某处即可。龙血会自然渗透，布满全身。唯一的忌讳，切不可喝下肚。我二十八号那天晚上在九重楼测试的权力是两万五千一百公斤，不知道使用这龙血后会达到多少。 其实之前六月底的时候，罗峰全力才一万九千六百公斤。然而整个七月份，罗峰的全力足足增加超过五千公斤，这种幅度很惊人。其实也不奇怪，七月份罗峰使用古文明重力式有四个小时，分割成十二次二十分钟，每天在古文明重力二十分钟，足足十二天，每三天就媲美正常十五天。 单单这十二天就顶替得上平时两个月的修炼，所以这七月份效果才这么惊人。其实罗峰这也不算夸张，如果谁一个月天天在古文明重力试是两小时，一个月能抵得上十个月效果。我全力是两万五千一百公斤，使用龙穴如果翻倍就达到五万公斤了。罗峰暗道，实力越高，龙穴效果就减弱。 实力越低，龙血效果就越明显。一个战士级武者，因为本身太弱，用龙血，实力甚至于变为原来四倍。可能所谓的翻倍，只是一个大概数字。我现在身体素质只是中等战将，使用龙血，说不定不止两倍，甚至于有可能是三倍。罗峰暗自期待，他也没用过龙血。世界上或许有其他人使用龙血。 可人家的经验也没有公布，没人知道大概数据，只有亲自感受了。地下密室中，罗峰平躺了在地面上，骨后左手持着盛放着龙血的试管，轻轻拔掉塞子，顿时一阵特殊的味道弥漫在地下密室中。单单闻着这股味道，吸入体内，罗峰就感觉全身每一处都隐隐发麻，有一种修炼基因后能的感觉。龙血。 罗峰微微倾倒试管，将龙血倒向自己胸口位置。龙血粘稠度较高，宛如水银，缓度流淌。整个试管就那么大，三分之一试管容积，这龙血一份的量的确很小，躺在胸口上占的面积都不大。很快，试管中龙血全部流出。罗峰将试管直接放到一边去，面积太小。 罗峰当即左手右手直按抹在龙穴上，迅速在赤裸的上身一擦，在双臂也擦了擦。这么一阵，罗峰顿时感觉到上半身、双臂开始发热，起作用了。罗峰满怀期待，只感觉一股股热流沿着皮肤龙穴位置，迅速的融入身体内部，朝全身每一处、双腿、双手、背部、胸部。 头部等每一个位置流窜，而且这热流不断的增强，肉眼都能看到皮肤表面的龙血迅速减少，似乎渗透入皮肤里面去。热流不断变强，温度不断提高。说明书说过程会很痛苦，乃至于让人昏迷。可没想到这么痛苦。我从小就受头疼影响，忍受力够强的，没想到。 罗峰双拳紧握，全身隐隐发颤，此刻就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体每一处撕咬着，这种痛苦让罗峰脸色都发白，而且痛苦感觉不断加剧，酸麻甚至于疼痛，全身每一处乃至于头部，热，让人感觉仿佛被火给烧死一般，酥麻让人挠痒痒，活活挠死，疼痛。 深入骨髓的疼痛让人抽搐，啊！罗峰额头汗珠滚落，全身一阵阵缠绊，肌肉抽搐，心跳加速，体内血液流速不断增加。心跳声音，扑通，扑通，扑通，每一次心跳声音都仿佛重鼓声在耳边响起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直至失去意识，昏迷。 只见罗峰身体表面涂着的龙血不断减少，不断渗透进入体内，而伴随着这种渗透的就是罗峰全身的抽搐。不单单是身体整个抽搐，甚至于是每一根肌肉都在抽搐。只见罗峰赤裸的上半身表面，一根根肌肉就仿佛蚯蚓一般在扭动抽搐，皮肤仿佛被烧红了一般，全身皮肤上的青筋也是鼓起扭曲，很是吓人。吃吃。 伴随着这种害人过程的，就是罗峰身体每一个细胞都疯狂吞噬着这种奇异能量，开始了一次次蜕变。从小到大，这么多年来，就算是罗峰第一次觉醒为精神念师，他的身体蜕变幅度也没此刻这么夸张。细胞内的基因物质在龙血能量下迅速蜕变，脱离无用的基因，提高完善基因，一些废弃的细胞杂质。 直接被排除，从罗峰身体表面复出，就仿佛污垢一般。在这种深入到细胞的蜕变下，导致罗峰的筋、骨、膜、肌肉、皮肤、五脏六腑等等都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。骨骼的硬度不断提升，骨膜、筋膜等的韧性也是发生着跳跃性的一次次蜕变。龙血能量足以供应这样的蜕变，一切都在迅速发生。 比平常修炼速度快上千倍、万倍，而同时，罗峰的识海当中，那浩瀚的识海中，无尽雾气笼罩的识海中央，那巨大的暗金色圆球不再像过去那般缓缓旋转，缓缓释放精神念力。此刻，这暗金色圆球仿佛决堤的大坝，大量的近乎液体流出，同时瞬间就散发成雾气，大量的雾气疯狂弥漫。 充实到整个石海中，呼呼，石海中的雾气浓度不断提升，而且提升速度非常惊人。暗金色圆球疯狂释放出大量的雾气，比平常的释放过程快了上千倍，甚至于更快。身体素质在惊人的提高，自然而然一直受身体素质限制。 而无法尽情释放出潜含着的精神念力的暗金色圆球，也在这时海尽情释放。罗峰的精神念力强度在不断的提升，从之前的初等战神强度的精神念力，开始了惊人速度的提高。渐渐的，这雾气浓度似乎达到一个极限，竟然凝结产生了液滴，一滴液滴，两滴液滴，渐渐的。 罗峰的身体平静了下来，而他石海的暗金色圆球也终于停止那般疯狂的释放精神念力，而是犹如过去一样缓慢的释放。整个笼罩在雾气中的石海内，已经有很多液滴悬浮，许多雾气时而融入液滴，时而又释放出。罗峰的石海已经是雾液共存状态了。嗯，我我晕过去了。罗峰身体微微一颤。 意识终于清醒了，眼皮微微一动，双眼这才微灰睁开。此时的罗峰全身已经完全蒙上一层污垢，通体乌黑，连脸上都是乌黑一片。只见罗峰睁开眼后，很随意的就起身了，略微活动了一下双臂，左手猛地在身上搓了一把，顿时将一片黑色污垢搓开，露出古铜色的皮肤。对，罗峰的肤色完全变了。 从之前普通的黄皮肤变成了那种宛如钢铁浇筑的古铜色，这显然是龙血渗透后的问题。好强大的力量！罗峰感觉到身体内那惊人的力量，比过去强太多了，三点五倍爆发！罗峰猛地一拳砸在旁边的合金墙壁上，轰！心龙一声，罗峰的整个拳头都凹陷进大半，随即左拳又是沉重一拳。 每一拳都引起整个地下密室的震动，每一拳都在合金墙壁上留下一个惊人的凹陷窟窿。嘟嘟嘟嘟，低沉的仿佛砸在人心脏上的震动声音，一声接一声。骤然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，罗峰就用这最野蛮的方式发泄心中的痛快，痛快，痛快！罗峰忍不住大叫一声。 罗峰一转头看向作战服，嗖嗖嗖！只见十把飞刀迅速破空，在这五米长、五米宽、两米五高的合金密室当中，竟然绕着罗峰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旋转，瞬间速度就攀升到十倍音速，继续提高。如此可怕速度的飞刀，甚至于掠过旁边的合金墙壁，就切割出一条沟壑。罗峰双拳紧握。 他甚至于一种感觉，就算面对当年那头高等领主级的铁甲龙，他都敢去大战一场。